谢石永利和孙慧雪等等今日就出席韦德健岭慈善单车马拉松，孙慧雪就首次以歌手身份参与活动，现场献唱新歌好鬼紧张啊！佢就话平日喺屋企都喺厕所练歌噶啦，连岁半个仔都识得唱佢嘅歌，每一句嘅最后一个字啊，都练咯。咁老公喺度做你观众。我 BB 是我观众，他已经懂唱了，即每一句的最尾个字咯，即我就是啊是啊，好犀利啊！他每句的最尾个字都会嗌出来咯，可能在家里成日唱，他就听到熟晒已经。咁点解老公对只歌有咩评价？他啊，佢话喺电台听到嘅时候咧，佢好感动我，因为佢话冇谂过我会做到。其实因为呢样嘢我好想做咗好耐嘅，但系佢就觉得，你谂下算啦咁样。咁但系实行咗出嚟之后，佢就觉得，哇，原来估唔到真系会做到啊！跟住就觉得好感动咯。